그거는 좀 그러면 만진 그러면 정정 그러면 다시 만진 因为这是情人节快到，所以我找了几个知名的 YouTuber 一起来玩情人节交换礼物的活动。那这次的礼物呢，是由 Buy 这个购物网站做提供的。这次我们参与活动的 YouTuber 有疯狂老爹、阿修、杰克斯跟阿布雷。所以这次就是我们五组 YouTuber 来做交换礼物的活动。我们的好礼物是给阿修，坏礼物是给杰克斯。我这次收到好礼物是阿布雷给的，然后我抽到坏礼物是疯狂老爹，去掉。你要先甘后苦，你就先苦后甘。到两个都苦怎么办？不会吧？先看老爹的。好，都是性感生意。因为我去拿的时候，小猪还一直说不要穿，一定要穿上去。我们决定先来开坏礼物，看一下老爹给我们什么东西吧。这就是老爹给我们的坏礼物。我很怕你要穿丢人的东西，可是很想看你穿。这什么东西？那个啊，盗贼装啊。欸，你穿上去会不会很像包裹啊？超人特工队那个爸爸。老爹送给我的坏礼物，老爹装哦，不，老爹装，小偷装，小偷装，没有，这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去日本代购网站买的东西，他是去格力五金行买的，来试穿看看吧，一，二，对，这什么小偷装啊？干完蛋了，我头太大了，如果不去怎么办？不行了，我觉得不行，头太大个。你的任务脱不掉啊！我只好紧哦，整体看起来是这样子啊，像正反面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还不错啊 ，OK。哦，这洗的太热了，谢谢老爹送给我们这么棒的衣服，好吧，谢谢，有机会再穿着去打牌。屁！要往好处想，至少这是坏礼物，不是好礼物。所以我们现在抱着愉快心情来看阿布雷好礼物。卡片，老爹忘记写卡片了，老爹也没写卡片给我，坏坏，坏坏。哎，看一下阿布雷写什么卡片给我们。哦，亲爱的凡青，首先祝你和仲仲七夕情人节快乐，希望你们会喜欢咱为你挑选的礼物。这项礼物我们自己有一个，觉得很棒，所以决定挑选这个给你，肯定能谱出美妙的爱乐章。阿布雷，上。哎，感觉是公仔精品之类的。Sony。好像很厉害呢。阿布雷送我们的好礼物就是 Sony 的 SRS XB20，来看看吧，感觉很高级呢，这很贵的感觉哦。对啊。但我最近蛮喜欢喇叭。USB 的充电线、保证书、说明书，这个喇叭实体就长这个样子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喇叭实体进去看起来就长这样。你开机之后，旁边就有蓝色的蓝光播放键，打开之后可以接耳机或是 USB 充电都可以。整体看起来就这样，很漂亮。音质很好哎。帅哦，立体音很够哎，可以只能让我们听30秒，30秒的影片就被下架了。它灯也会随着节奏在亮，我发现。好，这样就好是我不明白，这样并不算太坏，能再次关怀。时间细说所有不愉快，煎熬给我全部的爱。关机。那以上就是这一次我们的交换礼物，老爹送的小偷装，阿布雷送的高级音响。如果想要看看我送给其他什么礼物的话，可以去看看其他四位 YouTube 的开箱影片，还有拜的网站连结，我都会放在下面，可以点点看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忙按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铃铛。追踪粉丝专页，还有 IG， 拜。